精选高品质原材料，从铜熔炼开始，材质分析、铸锭、挤压、拉伸，直至紧印包装，每一步精耕细作，生产锡青铜、铝青铜、银青铜、黄铜等牌号管材、棒材，使用德国 SPEC 直读光谱仪、日本布氏硬度机、拉力试验机等国际先进的检测设备，严格控制产品的材质、硬度及机。